前自己的连败的一个状况，为球队带来更多未来的一个契机去连败下去。泰尔面对 Earl 出手进，林书伟在人群之中来了一个抛投，有了。对，这样就是吴俊雄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中锋型球迷。哇，这个球杨哲一转身之后摆出传到对角，比较外围的出手球进，送到底线，冯康外围出手，但是变成一个林梦雪在他前面找到的是 Baron 得分，底线是林梦雪出手得分，宋宇轩空中挺腰出手，后面再点，宋宇轩再找 Kyle， 总算有了。也金球在三分线的命中率不高的情况下，这个角的身上，泡泡篮下的勾手得分，林汉转身之后后仰飞的位，球给到高建议，高建议这个球再给 Earl Barron 篮下的机会，这球给到 Kyle， 漂亮给球。这球再给，漂亮给球，找到。一位球员是鼻骨受伤啊，他是杨兴志，是。回给 Earl Barron， 无敌飙三分球进。去年的 UBA 二级的时候啊，本来有机会是带领着师大重回定的投入今年选秀，加入今年。先来看禁区，收球再勾给高建议，外围发炮球进。好了，张扬刚提到了之前的杨将对手。外围出手球不进，这是篮板球，到飞出开攻的机会，这球给到篮底下，又是李梦雪得分，再分到底角，外围出现一个大空档，有了，同样的来竞争，这个球飞上去了，球给到 Earl Barron 向后翻出手，球进，也没有好到哪里去。先来看这个球，看到了一些三分线的手感，李明不用人。戴姆的出手球进，给到柳生耀三分球进，这个球篮底下空了，上篮得分，陈冠权进去转身，总算有了，放进，陈冠权再拉下一个篮板球，来一个空，杨兴志空空一个强大禁区勾手进，由于这三球都专门打他的老队友，但是就防守漏人，成功的在要到分数，干脆给陈冠权上篮走，这球被抄走，前面胜败三胜失败，而且他们的连败是继续的延续下去，也是来到了五连败。19今天输球之后。